哎，那姚琪今日大吉，女主角试镜一定会通过咯。天哪，我就要有一个国际巨星的朋友了。姚琪人在哪？我在这。大家好，我叫姚琪。先脱衣服再说话。为什么要脱衣服啊？哎，叫你脱就脱，还要问为什么？我叫苏小琪脱，苏小琪二话不说马上就脱嘞。你有苏小琪大牌啊？可是你们不是要拍奶粉广告，而且还可以跟东东一起演出吗？哎，小姐，我们是在找乳房的替身演员。可是我又不是来试镜台湾乳牛的。你现在啊，连台湾乳牛都当不成啊 ！Get out！ 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。要 face 没 face， 要胸部没胸部，要脑没脑，哎，搞屁呀！你别想着这样混呐、啊，下一个。没想到今日运势大吉的他，竟然是这样的结果。美国愿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是因为哪一场战争？朱丽叶，你来回答。啊，不要吵啊！老在讲什么听不懂，我要睡觉了。朱丽叶，要睡你回家睡。谁叫我？老师，对不起。赶快站起来回答！日本偷袭珍珠港。老师，我知道是日本偷袭珍珠港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珍珠港电影才演过嘛。那个讲到电影，我就很清楚啦。男主角班艾弗列克，好帅哦！我有说错什么吗？虽然另外一个男主角乔许哈奈克也很帅，可是。你的历史要是能够背得像电影这么熟，我也不会被你气得血压过高，血糖过低。老师，小孩子要听我事情。哎，这小爱是早上跟你告白那个啊？你还挺会记人名的嘛，一点都不笨。人家要跳楼自杀，你还不是救人？我阿妈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哎呀，那你鸡婆，被骂鸡婆总比被骂猪头强吧？走啊，去救人了啦！好啦，我自己会走了。不要过来啊！你们要是再敢往前半步，我就跳下去。小爱。那个有事慢慢说嘛，对不对？啊、不要太冲动啊！老师是你最好的朋友。下来了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！你不要跳，不要跳！不要跳！理汤呢？他不管我的死活啊！理汤在干嘛？快去找理汤啊！快去！根本就不用理他，他才不会笨，他去自杀呢。我刚才听他约朋友晚上去 K 歌。刚刚是刚刚，现在是现在。现在只要你叫我不要跳，我就不会跳了。哎呦，哎，丽涛，丽涛，你就安抚他一下嘛，劝劝他呀。哎，如果真的出人命怎么办？来，劝劝他啊、哦。我叫你去死，你就真的会去死吗？啊，你不爱我，不如死了算了。而且，那只恐龙它根本就不是你的女朋友。你不要口口声声骂它是恐龙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其实你比它更像恐龙？因为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爱。老师，他骂我是恐龙，刚刚我只是闹着玩的，现在我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啊！等等等等，别别别别！朱丽叶，朱丽叶，朱丽叶，你就跟黎涛分手，好不好？就现在，劝老师求你就分手，然后底下再跟他复合也可以呀。哦，好，来乖。小爱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我也明白你喜欢黎涛的心情，
因为我常常暗恋别人，暗恋失败真的很痛苦。废话少说，把离婚还给我。我真的很想这么做啊，可是他不是我男朋友啊。哦。哎，你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？败给你这个丑女人，我以后都没有脸出去见人了。可是我不能这样离他去喜欢你啊。你听好，我只说一遍，我只爱朱丽叶，不会再去爱其他女人，你也一样。鬼才相信！小爱，感情的事情是勉强不来的。去，我才没那么无聊，为这对狗男女哭得死去活来。初吻，老子绝对不是老古板，我绝对举双手赞成男生女生做朋友，但是你也得给我一点面子，对不对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激吻起来，这又没什么，喜欢就喜欢，干嘛怕人家看见？哟，你们这些新兴人类真的会害老师心脏衰弱。哎，还好我有定期吃药。老师，你要不要紧啊？要不要我倒杯水给你吃药啊？现在吃药也来不及了，你们快点给我走吧，这样子我还有活命的机会。真的同手同脚了，那又怎样？怕我再亲你啊？我真的警告你啊，我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女生哦，我已经有一个罗密欧了。刚好我也想告诉你，你刚刚的演技真的很好，肯定可以拿烂草莓奖。受什么命运残酷的考验，倒霉！男人不色就不会胖。我认识你说的话，男人是随便啊，认识你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吃你。我没有碰姚琦的嘴啊！你先把这杯喝光，我就相信你。哎，这么简单就相信一个色狼啊？就是说嘛，五分钟前才说你是他女朋友，五分钟后又说你的演技好，可以在烂草莓奖，谁知道哪句话才是真的？我有这么说吗？身为女人呐、啊，可以心软，但是啊，绝对不能手软。下次啊，如果再遇到色狼的话，就拿这个瓦斯喷雾枪啊，喷死他。如果他还是赶不走的话，就拿辣椒精喷他。如果他还偷袭你的话，就使出杀手锏。黑鹰无敌霹雳电击棒，电击他，保证啊，他吓得屁滚尿流。姚琦，拿去收好。你的身边啊，一天到晚围绕着苍蝇，拿去为民除害。这么重的东西要我背着，那我不去先累死啊？记我好了，下次啊，如果他还敢再亲你，电死他！真的吗？我有看到哎，我有看到，你来了。喂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等一下。你还是赶快跟班导分手吧，因为他想要把女生肚子搞掉，然后再把人家一脚踢开。我跟黎涛又没有在一起。听说黎涛被一个大姐大包养，你再不跟他扯，迟早会被砍呢。坑我干嘛？我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。糟糕了，老师来了！老师来了，老